我带你去打灯哦。白大惊无几尾，惊干老有迄中考的。来，多利啊，多利啊，多利，什么吃多利？多利完全无吃啊！哦，你大地，大地哦，完全无吃。但是你搞哦，用炊煮汤拢好吃。哦，煮汤拢食啦，你用炊煮麦拢会使，哦，煮汤煮麦拢会使啦，一包是公斤啦，即摆哦，你去啦，前年超市你来看，一包卖百八，两包卖三六，即两包三六三五，两包三六三五，即两包卖三百哩，两包卖二啊五，你大个规只只咧找，真系，两包二啊五哩，两包两百了，五百，多哩鱼，即好个凶啊，老人食囡仔食拢好食，真正无骗人，两包两百块，两包两百块来这边来，来多哩鱼来。来，200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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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少？一包的，才一百块他说玉子烧面，一包一百块，玉子烧一盒成本二十，然后他卖二十，那所以以后没有了。我讲这哦，你若去铁板烧哦，五分给你点真的，五分点真的晒啊，我啥物嘢？国龙，你把欧姆蛋全包，真的还假的啊？啊，孜然粉啊，没有，你是国龙，你是全包玉子烧。你是包玉子烧，你不是包欧姆蛋。我卖哦，卖开价卖伊啊，他年纪袂伊来。啊，我男朋友袂伊啊。我拄仔讲个，我拄仔讲用粉真正个，啊，盐的粉。唔知太白粉，太白粉。盐蟑螂粉。蟑螂粉你也有蟑螂粉你想找来我要多利亚啦吼来多利亚冷冷的哦妈的妈你白骨酥啦你白骨酥这只我会用穿这只要买过你就知道这种不要求这里面包饼我包过多这只只白骨礼拜六会卖小笼包吗八卦山东西会比较少，八卦山的东西会比较少，不一定有。煮煮诶，我是要三毛酱，我就问好，还是搁蛋落煮只啊？煮只汤，火锅排骨啦，鹅排骨，还是我煮只火腿肠嘛好食。一包好了，我用加一包，我前面讲啊，做较好来开一百块啦。一包卖一包，两包卖两百啦，两包卖两百，三包卖三百，现在四包我就一个三百块，了四包三百块有两卖哦，三百块排骨酥，真正好食，要求只，好食到死，无人买啊，只买五包诶，三百啦。哎，来，这包我上六包三百块，就两件三百块的。我们家排骨酥的无，排骨酥，跟我们炒完的，要死。啊，你后日白买，嘛后日白买叫这哦，后日白忙叫这哦，后日白忙叫这哦，听的无啦？好啊，后日白。我写标题的是嘞。哦，完了，你去改，完了，你去改。来，我问者，我食个几年？我问者啊，唔要食过来，你过两百无？两百块，我食起再提。四包两百，我一百块，我五十块尔。一包五十块，你跟恁老师讲个，加只排骨酒，我倒嘛唔来五十。个人爱无四包两百，该洗该好，全部腌好了。吃四 S 早，吃四 S 早。四包两百，还有谁要吃排骨酥的？真好吃。BBQ 好吃，其他贵个好吃，我买片。两百，吃小红包买。两百年啦，两百年。我想买排骨酥，个人要吃无？两百块排骨酥，排骨酥个两百，有人买无？排骨酥来两百块。哎，老板，买来两百来，两百来，真好吃，两百块。我想要吃排骨酥来，两百来。排骨酥来两百块，两百块，两百这边来。还有谁要吃的来？两百块，两百块。哦，来。秋了早，春了早。OK， 九点前到。OK， 九点前到。OK。好久没来现场了。OK。两百块，两百块，两不吃吧？两百块啊。小红包还有吗？应该是没有了哦。排骨酥最后剩两个人给你啊，无啊嘞。两百，两百拢有啊吼，两百块，买两包，一百块。五次鱼片是什么意思？五次鱼片是什么？什么鱼？五次的什么鱼？你如果是你问我，你是在问我青鱼片？青鱼片今天我好像没有。五百块，这里没煮着。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
片、六片、七片、八片、九片、十片、十一、十二，十二片来五百。十二片五百哦，十二片五百哦，人家那个一斤卖至少两百五。肉，肉，来肉这啊，肉这啊，台好这啊，有人要吃哦，这大只的来，两尾六尾人就卖两百块啊，来，二四六八十，来十二尾，十四尾有人也卖来两百了，两百。两百十四尾呢，无人来，这大只呢，袂细只呢。两百，两百，两百无人来。两百，两百。我知哦。无人来哦。看就知道了。无人来哦，这是八只无人来呢。我就知道这些客人了。好，又有两个人在那边。来了，鸡腿排有两位先哦。鸡腿排超市一支百二，三支三啊六，招三百块，四支五支三百，上来来六支来。三百，来两支，三支四支五支来六支，够有人来无？来三百块，三百块鸡腿排，没有骨头。袂嫌哦，是好袂嫌的来，料好量的两袋来四袋，剩只的哦，来六袋，够人来无？三百，三百，我招两个人客啦，招两个人客来两百块有人来无？两个人客尔，两百，咪三袋嘞，四袋两百，后壁啦，来搁一个人客尔，两百块有人来无？两百块那边啊，就那边，那边，来一边啊，我讲下，来把镜子安尼。黑杠有人要来无？黑杠，黑杠，有人要几箱的无？一箱一百条，五斤的，迄不是五斤啊，一百条。五百块一百条，五百有人来无？五百。来四百五有人来无？我先看卖，来一箱四百五。四百五，有人来无？四百五，四百五，四百五，一百条，一百支嘞，无人来哦。无人来，无食啊济，来两百块，有人来无？来两百。来两百块，两百块，两百块，黑杠两百块，来两百块掏钱啦，好利啦，来两百块就好。两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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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那炒香很难弄。好，来，两百，两百来了。你买一个啊！国龙回去了、哦。国龙回去了、哦。来了。来挂挂来。谢谢嘉宾，懂那三百一十颗星星哦 ，Thank you，Thank you。谢谢懂那三百一十颗星星 ，Thank you，Thank you。你抖那三百一十颗星星，我把你的留言置顶，置顶。还冷吧？谢谢嘉宾哦。小姐，我不记得了。好好好，来来来，还冷吧？冷吧？冷吧？加几箱啊？来，来冷吧？我帮你开啦，来，来个喝个水，我帮你开。来啊，你好，你 OK 好。哦，不要客气，来。
来200块的无？来200块。无啊。这叫炒泡面。有啊，你去买啊。我也不知道哪位。这月亮花枝虾饼鸡花鸡免钱啊，要2块3包，花枝鸡肉免钱，来4包给你，来200，来200块人好不好？剩2个人客，竟然两个人客，两个人，200来，好来多好。真心啊咯，小雪啊咯，秀丽啊咯。哎，臭鞋拢黄不着，真正假啦？不，臭虾。那今我这想卖，卖我再卖臭鞋。你赚偌济钱的呢？我哪知？看明阳卖无？你来，太古的，我跳跳，我要死跳跳。你食一尾钓三个，食一尾钓三个真正。等钓我用这种鱼，你后做咸酥，做咸酥等于说，酥酥甜甜的好食。而且现在我问一下，姜啊，姜不是台面开过八十四百块啦，还用鸡脚有？哎，这对好哩啊，卖五百卖四百来，少钱个？鳕鱼跟黄鱼有交卖？三百了啦。哎呀，过来，过来，这来几只？这带仔哦。哎，带仔哦，哎，夹个就哦，马上中头奖。来个几只？三百。300块，300块。你今天没有那个什么红仓那个仓的？什么东西？这是哎，那个哎，300，那个叫黄金仓，今天没有。对啊，我想说前几天有的。那个现在超贵，那个快要比白仓还贵了，真的。我是泰国虾大只的，有啊，泰国虾大只在前面。那个泰国虾大只的，等一下明阳也要，明阳也要大只的。我炒鞋个位置，炒鞋个位置。哎，请我卖，你知无？因为你唔是讲，你唔是恁爸讲，即卖阿布无效啊。我当时你也讲阿布无效。阿布，我是讲阿布龙不会。多少条泰国虾？大只他还没留，因为你还没卖啊。大只你还没卖啊。大只你还没卖啊。我看人家本钱啊，本钱个位置啊。啊，我多我们可以到啦。花枝丸一包400块吧，哎，应该是400块。您今天没有海鲜卷？海鲜卷卖完了。你太晚到了，你要哥叫我留的。小时候不知道在哪里第一次来。是哦，你第一次，哎，对啊，你第一次来这里。对啊。刚好回彰化的。哎，这个超鱼的，超鱼的，超鱼爱吃啥个啦？买2000块，2000块啦，2000块啦。哎，买啊，死买啊！龙王那边没什么人，今天其实人潮还好，今天真的人潮还好。保清早，大家好，帮我按到400个赞，帮我按到400个赞，帮我按到400个赞哦。你要一包吗？这样比较快，不然等下喊不知道怎么说。你要带回台北？等一下要开车了，是哦。好，拜拜。很少进，很少。拜拜。又来了。又给你贵价，超贵啊，高价啊，贵价，贵价，贵价，什么？大家吃，又给你贵，加几位啊？高位。高位啊，高价。2、3、4、5、6、7。啊，要七个。后面还有份啦。1000块啦，大姐。啊，有腰身哦，这真正无赚啊。1000块啦。你成本1000块，你卖6000哦。你猜啊，1000块，先卖1000块。好收哦。海草的无人要吃哦，你老师这家一人吃饱哦，我卖1000块啊。一人吃饱。用盐烤的，太过香了，对不对？用盐烤的，够两百，1000块。
我来卖1000块了。那你们看一下明阳，明阳在这里，它就是明阳，看到了没？我要卖了，后面就是明阳，那今天可以到后面去。小鱼仔，这是老板好几，老板的儿子吗？领养的，领养的。1000哦。鱼汉早，鱼汉早。500了。我一台个加面一挂落去，差不多500了。今日500。500再过来买。后边。哇啊啊啊啊！个塑胶袋嘛上去了，对啊。老板，你拿，没关系。你要这个吗？等一下，可以给我一个箱子。箱子后面很多。哦，好。后面那个，那后面你看到有没有空箱子？还有500箱。恁爸讲这摆400路啊？啊。400路。过来。400路。来。来我摆。吴志芳早。哎，500块要谁啊？来这边来。过来，我进来了。他说你很喜欢被鱼刺到啊。我奶还没有变态。
变态哦。你那个箱子可以给我，我的麦克好。好。我今麦哦，来去灌坑的地方，坑仔哦，灌了一直甲吸，一直甲吸，一直甲吸。啊，伊今麦肯定讲来好起时阵，我就过来吸过来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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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乌鸦呢。金尾啦。哈哈哈！一个箱子给我。不要。箱子给我啊。好，谢谢。哎呦。好，明聪，我会帮你留一份。我会帮你留一份，明聪，我会帮你留一份。一边一边啊。那，那就，你别老叫我爸爸。很好。快呀！明聪，留一份给你。我那么便宜吗？过来是黄鱼嘛，对吧？还有谁要鳕鱼的？还有鲑鱼吗？还有鲑鱼，哎，鲑鱼好像没了哈。没有了。好像现切的跟冷冻都没有了。现切的跟切片好像都没有，因为鲑鱼早上好像现切的三只一下就没了，它冷冻好像两箱一上来就没有了。对，鲑鱼真的没有了。鳕鱼一份五百，一份五百，鳕鱼一份五百。好啊好，我们再讲，再讲五啊。